世界行到好台湾，台湾很漂亮。但是呢，今天被搞成这样。Three old men come together at the end of the street at Occupy Congress, using a portable microphone and the white clothes written "Our Street," and they start the People's Assembly. 哇！现在签了服贸，大家你们薪水就会增加，不然台湾就会完，那根本就胡说八道。有很多人他拿了博士是学了经济，所谓的经济学者他根本不懂经济，反方的教回过来讲一个什么叫经济，我讲一个经济学家不会讲的经济，跟大家分享。他没有这经济。如果说我们的社会的组成有一帮人有一份，假如说是五份。 一份是农民，一份是工人，一份是公务人员，一份是有股票的，这些是资产阶级，一份是有房地产的。假如是五份，每一份我们假设它代表的基数是100，所以呢，这个分母总基数就是500。那我们相安无事，去买几两呢？假如说那时候是1块钱，大家都相安无事，这个社会是非常和谐的。今天呢？ 搞股票的人，他们就耍个坏点子，我们自己互相来吵啊！我本来的股票我就把你提升了变10倍，所以呢，政府就要印了很多的钞票，因为10倍了嘛，点是如果1000变成1万，是不是它更有价值？对不对？所以呢，原来即使每个人都还100，我有股票的人呢，他的基数变成1000了，所以呢，总和的3是1400。 原来你是1/5去买个鸡蛋是1块钱，现在是14/1，你去买个鸡蛋呢、鸡蛋可能是贵了，变成3块钱了，所以你的变散而已啊，你知道吗？好，现在有房地产的人他看来都不对啦、我要我偷点把它踢给，我房子要涨价，那如果说涨成1倍，他的基数100就变200啊，刚刚是1400，现在变成1500分之一啊。 所以呢，这些拿薪水的人，农民、工人、工人呢，各都散了。工人呢，他们有他们的学历比较高，比较跳，所以他们就会去反面。好，政府就跟你调薪啦，30%啊，哦，所以他有一点改善。最倒霉的就是工人、农民，莫名其妙他变省，台湾为什么变便宜？为什么变穷？就是这样。 叫五轨搬运，五轨搬运就是政府的官员、官商勾结，把这些的所有的钱移到给这些富有。你说财团呢，一救急呢，边杀理想。照理来讲的话，钱也是资本的一环呐、啊，就像劳力也是资本的一环，它应该是有那个价值。所以这样的，你一般人，台湾从军户全世界。 最出名的军户一下子从归你来变成中产阶级没有了，只有少数的人如何呀？如果这些人是靠他的聪明才智跟努力变成富有，我们应该给他鼓掌，我们不应该嫉妒。但是他们的富有是因为刚刚我讲的用这种不正当的方法把我们变穷了。 A brilliant talk about economic justice shared with the young people on the street.